没想到大名鼎鼎第一杀手，挑的也不错。我说的对吗？赤原子。这是什么造型？我加班加到一半，策划案还没写完呢。甲方爸爸的骂你替我挨啊？你叫什么？你谁啊？我叫许兴兰嘛。江湖第一女杀手。啊！她是杀手。不如让兴兰去安置办试试如何？ 从后日起，即入住安置办。作为督察女官。自从换了，这城主府是越来越闹了。安置办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这化本神剑是一夜馆，今日开业。你刚刚在干嘛？我不管，你在梦里就是楼塌了。许姑娘行事如此泼辣，以后你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再也别想到。兴兰不会喝酒。 我先干了。我记得你说996是一个有福气的数字，愿你日日996。